多人哦，好棒。突然想要好好的看一下大家在讲话。我们今天接下来还会有一些歌，那希望就是也有慢的，对，也有一些情歌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不会一直都这么吵。对，我们想要一开始先炒热一下气氛。对，其实我们也蛮吵的啦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一首算情歌吧？对，一首比较，就是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想念他的，就是这种。今天讲的话就简短，对，就是大概这样子，对，很想念这个人。We'll be right back.
对，那一首我们就是慢慢的到第三首吧，速度稍微再慢下来一点。对，我刚刚唱。